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28号，也是我们开的这个第12天了。这游戏我们计划就本来原先玩2周嘛，就玩到14、15天。这游戏有点假吧？怎么那么多？原先就3排的，现在变成5排了。我靠，好像比那天底下多了1排吧。来，先全部东西搞一下，每日购买。我看一下这个，哦，他果然会减一点这个钱，那还行啊。再来领取，然后登录送礼，周年基金这必须得买吧？满屏氪金，其实不考虑花钱的情况下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先来领取一下寻灵探宝，我在找那个东西啊，有个绿色的那个奖励，那个奖池是在哪？等等，待会儿我们抽一个看一看。好，赤眼灵宝，把优惠券都领了。好，刚才这儿有一个满548和648的，还不错。哦，548也便宜了128的。好，这先抽完啊，看直播的人看直线上升，我没充值就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接下来是时光落影，这个东西要不要买啊？这个变装上阵神仙全属性加5，这个能激活吗？激活能加战力吗？估计加的很少，所以大家别大惊小怪啊。这是新出的吗？又？对啊，这又是新的。哦，这又是新的，我的天。哦，就这个，哦、对，这天地书阁是吧？天地书阁，对，天书加的就很多。要买什么啊、哎？就买这个，没有错。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简明易懂，你看6块就给6个，30就给30个，68就给68个，128就给128，这些东西啊，咱都买。这个前一次奖励都给一个，对吧？我们就先随便买一遍 ，OK。然后30啊，走你啊，便宜个6块，有呗。68走你，都走一遍，眼睛直了。他们说这个东西虽然叫御书啊，但是要去兑换什么东西呢？要去兑换那个天书啊，就很好，很强，很划算。待会儿看一看啊，128走一个，哎，便宜25块，是不是648折扣刚刚没领啊？我们只领到548，好像领了，648直接便宜129。哦，129对，领了。然后548。也便宜，109啊，舒服啊，爽，起码能少点啊，说不定省下的钱就可以等一下去买一个皮肤，应该不至于，这个也能节省57，所以我们这个这里就没有这样的活动，这个游戏厂商这个太变态了，好 PT 啊各位，然后你看这里1700个材料，赤眼天书应该是要换这个吧，这个天书是最好的对吧，合成要210个，但是为什么这里只能换170次，各位，它不是要210个吗？而且它是要等级的，不够是吧？我们这个也不够啊，就是把这个全部拉满，你看才可以兑换70个。它是1块钱一个吗？24块给一个碎片，哦、可以花元宝。哦，元宝兑换这里可以花吗？哇，62万元宝，今天一晚上就给你抽空了，不至于。哎，它有兑换限制啊？啊，赤眼神仙只放15个吗？这些我觉得是不是都可以换？这个紫虚天书咱也搞了吧？这些赤眼神仙我想换，各位，赤眼神仙魂魄2选1。这个你看，这个道德杨戬我还没有呢，这边这个敬业失智也没有，这些都要换啊。红的都买了，好，红的都买，赤眼全买，虚的就不用买。心机，好，搞一个。这个天书还不是最新的东西，幻仙斩和幻仙石，这些是加基本战力的。哇，这能花63000，这个一下6万就没了。快告诉我这个能不能用，我好激动。648，哦，还有一个减扣65的，是先冲一个68啊，各位。现在我们其实也没有多少钱了，你看只有3000块钱了。这边我们先兑换，对吧？赤眼天书虽然这兑换不完，但是它有用。548，咱们买2个，先买2个玩一下。不是有折扣吗？有啊，本身这个饭团就是有折扣买的。我们先兑换这种划算的，先兑换这个是吧？25个就完成了。天书接着买，明天再来买点吧。各位，今天就只剩47了，估计还需要再花1000多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只有2000了呀。图图，你每天带他直播不怕他拉低你的颜值吗？他呀，钱眼张图哥，有他的存在啊，凸显了我的这个帅气、啊、帅气，对吧？我这边不要有个丑的才能对比出一个人帅吗？红花也需要绿叶来配是吧？对吧？那我就是那个绿叶，我衬托图哥对吧？让你们看着舒心一点。来一个造化丹，然后还有个神魂什么东西？神魂之火是吧？好，这个东西就没有了。来2个乐谱。好，这个东西兑换完了。首先，先不要清背包啊。因为这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领取，是吧？像你看这里那么多东西，完了，怎么把点这里边去了？第一多少？跨区的第一已经10多万亿了，20万亿了，40万亿了，40万亿，这个战力那么膨胀的吗？这些人都坐火箭了吧？我那天看不是才10来亿吗？我觉得20亿对吧？那天他就有个20亿，他确实现在好加战力啊，因为充钱充的也猛，好就够了。这人吃啥化肥长大的？这战力加这么快？我先把这儿先升了。我们今天这个战力是23000亿，3700亿。你看这儿合成一个，我愿意。药师符，
琉璃药师佛加500亿，580亿，这水战不就来了吗？这能加个200亿吗？300亿，我还是不能小看他，剩下的就差一个杨戬，加4亿，加8亿，这再加个20亿，27亿，再加27亿，就是我们现在，杨戬和这个敬业这两个我们需要的，这两个东西，我是认为现在如果要撑一下这个战力的话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这还比较贵的试验法宝，折扣兑换已经兑换完了。加一个紫金器魂，加一个幻仙斩，这个值50吗？各位，至尊福袋328，哦，这个直接给个神仙是吧？但这还有天书，哎，这不有个天书这个吗？怎么回事？328给30个天书碎片呀，各位，这个划算的呀，七周年比较划算是吧？好，这就是七周年呀。心机，我们那会儿选了，有哦，画了就这玩意儿啊，这个感觉比较划算啊。但是谁知道你这个谁知道下来要多少钱，我都不敢想。紫虚灵装，哇。还划算，这个确实划算啊，因为我们那边是24给一个碎片，这边是10，你看328除以30就是10块多一点嘛，就给一个碎片。这个试验天数当然是3选1、哦，这个好像和我们那个不太一样啊。这个、对，它一个是白鹿镇山、林帆奇雨、金雨啸风。那我们那个是什么呀？看着比较划算啊，一样。哦，没有这个紫霄神雷，没有第一个，这个第一个是很猛吗？到时候应该选这个紫霄神雷是不是？选哪个呀？所以这个328值得吗？现在来看还值得吗？这边应该选4选1的，这个3选1确实要便宜一些。是不是因为第一个那个紫霄神雷比较猛啊？先领取一个98元红包，我们先升一下心。无相菩提，这个加不了战力，就90亿，等于没有一样的。哇，这图鉴一次消耗那么多，这样就不够了呀。稍等，还有可以合成的，这个能加多少呢？300亿，330亿，一个金色的能加那么多吗？哦，这个可以升心，90亿，再加。29亿，还是290亿，加29亿，宠物今天可以合，哇，合那么多，先合一个，再合一个，这个就看加图鉴，加500亿，530亿，啊，这个应该加不了了，这个加了62亿，这个没有加，它好像就是两个两个才能加，哇，26000亿了，这个也可以合那么多吗？合成了，啊，280亿，应该还能再加吧？这个图鉴加的战力确实高。这边是更换一个二阶的，现在最后就打下进场吧，然后我们就结束。我们是2.7万亿啊，这个人战力和屈服都比我们靠前。试一下千面罗刹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这个不用等了。哎，又战了，各位，蜂蜜柚子茶这本区的，看一下，先加4000亿，都打不过他，我靠。再打一关第一是吧？好，哎，31名了，舒服，3.3万亿的，试试看啊！哇，他是雌星三圣母，是人族的，4万亿的呢，敢想敢干，我操，这老区的真的是打不过，我们就是31名啊，各位，差了点，先这样吧，感谢大家收看了。